骗我卡，他们都懒。现在翻词典购物啊，八名成员分成两组进行翻词典找东西接力赛。好，晚饭了啊。成员翻开词典后选择该页中的一个名词作为目标物品。框框里面的主词花纹好找。花纹，花纹。谁家卖奶茶？上一位成员将目标物品找回或买回之后，下一位成员出发，率先完成四人接力的队伍获胜。那怎么这就已经分组了吗？分组了，就做好按照大家做的就分了。对，假如说我翻，我一翻姜，然后谁去买？你翻到了就你去买，你买完回来之后，下一个成员开始翻。哦，请双方确定第一位出战的成员分别是。那我第一个。好。我先去吧。好，你去吧。baby 要上 ，baby 要第一个去。那就按照座位，我们一二三互棒。好，三局两胜。梅城古镇翻词典购物游戏第一轮。啊，阿弟耶！天哪，这个阿公、阿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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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婆，刚刚那个虾。虾，阿婆，我们是阿婆，阿婆就是跑得慢点儿。他们还没找到是吧？1078，躯干、躯体。What？ 找个躯体就完了呗。躯体就是拿个身体来就可以。蛐蛐也可以买，蛐蛐蝈蝈。蛐蛐多难买。Baby， 快跑！快快快！你们好。Hello。你们太年轻了。Hello。哎。你可以跟我去玩一下一个游戏吗？好的，谢谢。阿婆加油，阿婆，阿婆，拜拜，你太年轻了，这么快啊？来了，回来了，天天加油，阿婆加油！哎呀，阿婆来啦！阿婆来啦！杨阿婆，加油！下一个妥了。明明是个姐姐，你非叫人阿婆。我是146页。长枪，长枪，长枪。长枪，我就在搞长枪了。你看那楼下是不是有长枪吗？长枪是吗？对啊，这摆地摊的肯定有长枪吧？长枪，长枪。有什么是有身体的吗？哎，可以买个这娃娃，可以，奥特曼吧。好，谢谢。客气。baby， 快跑！这上楼梯都得上半天。躯体，快来！奥特曼躯体翻吧，快第二个！快第二个！无名小卒，我天哪，无能，无可奈何。无名指，无名指。你去拿一个手啊！拿个手就好。像无名指。上哪儿拿手去？娃娃呀，那个有娃娃，有那个娃娃。啊，无名指。跟那个美女娃娃，快！无名指。长枪，哪有？谢谢你们啊！有没有什么娃娃啊？什么？有没有什么娃娃啊？什么？娃娃？长枪。娃娃20吗？好，谢谢。快睁开，快跑！好累啊，这楼梯。加油！快点跑！无名指。长枪。我发了。我来了啊！电磁炉，电磁炉，电灯泡。白菜好买，你找个饭店买个白菜。白菜好买，给我。白菜，点心，这不点心吗？点心。白菜你要到梅庄去，梅庄有没有？要到梅庄。梅庄远吗？梅庄就在这里。啊，去梅庄，快！梅庄有白菜。左边，梅庄找他要白菜。有白菜吗？有白菜吗？这不行是吧？What？ 好，
从里面出来了，没有找到白菜。白露加油。有点心吗？点心，点心，点心，给我，给我一个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五块，五块，快拿一个，快快快，快快快，给我一个，我，谢谢谢谢。有没有白菜？快，白菜，白菜，白菜，快！慢点跑，等我，慢点，真帅的。哎呀，我的鞋带开了，我鞋，鞋带开了。是不是楼梯很高？点心。发了啊，发了啊。哦，有没有白菜？有啊。太爱你了，多少钱？五块钱啊，谢谢。走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傻哥，加油！坤儿拿着白菜来了。哇哦！我们这一个月没有。过，过虾。宝宝。宝气性娃娃就行。宝宝。下巴，下巴，找个有下巴的娃娃。有了，下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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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幺四幺幺。下巴。哎，哪有玩具啊？有宝宝吗？宝宝是啥呢？这不是。宝宝是啥？买这个娃娃多少钱？十块。快，天哥，快！十块。天哥，快！输了，我们裤子都跑掉了。第一局，左边的四位成员胜出，恭喜他们。也谢谢我们的杨阿伯，谢谢阿伯，没事，阿伯，下次再来啊，阿伯。你这个娃娃拿了那么久啊，宝宝。他一开始说那个是宝宝，那啥是宝宝？我要拿是娃娃，我要拿了那个他就没了。对呀、啊，这不是宝宝，拿了上来不对，你还得下去。对啊，你还得跑两趟。好，大家休息一会儿吧，可以喝点茶。对。沙哥要不要来第一个？好，我第一个，可以，我支持你。这个楼梯是拉开差距的关键。是的，就靠最后这一步了。好，我第一个。第二局翻词典购物。第二局翻词典购物。这有什么？这什么词儿？卷子。卷子，卷子不好买。没有，卷尺。卷尺也没了吧？瓷砖。瓷土。瓷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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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瓷器。二幺三的瓷器。没有。没有。可以过。重新翻一下。那个，他们还没有啊？这有瓷的东西吗？瓷的，瓷的东西。给我啥样的？在哪儿呢？好，谢谢啊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沙哥。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你把咱们的摄像大师拉上来。对，你下去把他拉上来。你上来一下。你上来呀。读书人，读个书人就行，你像那个编辑就行。你把咱们的摄像大师拉上来。你上来一下。你读过书吗？读过书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是读书人，读书人，我们这位读过书就是了呀。这读书人需要考证，你有证没有啊？来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他会读书就好啦。说话，勾芡，勾芡，勾芡，什么鬼啊？要不然过吧，过过过过过过一次。说说
双眼皮。什么词儿？买什么？双眼皮。什么？双眼皮。双眼皮。哎，你过来，你给我看。单眼皮的。什么？净土、净口、净手。在哪里呀、啊？净土、净土、净土。净土，我去拿一把沙子上来。第三个，我来吧，我来。净土，放这里。啊！你这土一点都不净，这是净土，这是很多的生命之源。净土是一种那个意境。龙头啊！龙头，刚才舞的是虾呀，龙头应该很难找吧？双眼皮有吗？看一下。有。双眼皮。506啊，孩儿。孩子。孩子。你能买着孩子？买个小一点的娃娃就行了。娃娃，右边，买个小娃娃。有龙吗？龙。龙。完了，找不到龙头。孩子，你去哪找龙头啊？哪里有龙？恐龙。哦。孩子。走，孩子，跟我走。孩子，张开，恐龙。恐龙。啊，年轻啊，就是年轻，这坤跑得真快，上，慢一点，还真给他找到了恐龙，龙头，来吧，下一个，孩子，不行，多大了？超龄了，多大在我眼里都是个孩子，超龄了，十岁长这么高了。奶奶不行，奶茶，快，吉祥物，快，陈哥，奶茶在哪儿？谁家卖奶茶？你好，有什么吉祥物吗？吉祥物，对，这个吉祥物吗？这，给我个吉祥物。哎，我们组陈哥不见了，陈哥跑很远了。谁家卖奶茶？你去那么远干什么？哎呀。吉祥物只拿了个什么？奥特曼，他拿了个。这不是吉祥物啊。这个代表的光，奥特曼。这不是吉祥物啊。是孩子的吉祥物啊。这肯定不是吉祥物，这只能算玩具。哎，不应该告诉人，应该让上来的下去。陈哥，你在干嘛？他找什么？陈哥找什么？奶茶。没有奶茶。这种奶茶也可以？什么？没有，整个都没有。那你就上来再翻一个。没有奶茶，根本就。来翻一个，谁翻一个？667睫毛。睫毛。周深，哎，招财猫，看看店铺里面有没有。招财猫。哦。快吧，摄像老师，陈哥。来，走。睫毛来了，有睫毛，我们完成了。招财猫，他们找完了吗？输了。